接着上。
帮我把那个手灯给我拿来呗。在哪里？这个。在我箱里。真的。叫刘丽娟儿。家人吗？哎，你们准备给俺让两个我。我的手臂的吗？我现在是放松的。我叫放松。放松吗？放松。应该在车上。这是。哦，在屁股下面。衣服也。不要跟傻子说话，先鼻子上。感觉在这里学的挺幸福的，是饭有人做的吃，有人想着踢就好了。
干嘛？累了。你累是我累。我看着你操累了。Thank you.